头路。啊，咱川咧有做侪少年咧入去内底食头路无？有。食啥物款头路？啊，拢做啥物头路？做啥物头路就是因的，即马就是有一部分是因。在野的靠后开后在野的啦吼，啊一部分是内底做临时工，做包工临时工，做包工临时工。啊，拢做什么款的头路，你知无？做什么款的头路？哎呀，是过街去，还是去清什么货？内底的员工吼，内底的员工是爱用国考试的，国枪拢爱考试。考试迄是爱正式，甲伊入去内底去食头路的啦，迄就是因的员工，迄爱考试。啊，后做在遐，啊，另外山工啊做一寡在包厢哦，在包厢是，在地方的包厢是在村民吼，伊到65岁以下的，六十岁，差不多60岁。左右的60岁以下的吼，伊原来互你入来底去，老人要做，老人要请，拢会当入来底做工啦，有啦。这是会使讲，讲起来讲，这嘛帮助地方啊，这个就业的问题确实有帮助，足大有。啊，线工的部分拢做啥货，你知无？线工的都清洁的啦，啊是讲吼，啊即摆来讲起来讲。伊内底有精盐厂，精盐厂吼，精盐厂就是做迄、那个做迄片啊，迄个片啊吼，迄有8寸的吼，迄含日本的小松啊是啥物厂哦？迄我所知影迄阵吼，伊8寸的甲12寸的，8寸的个生产8寸的甲12寸的，8寸的毋知生产到。一年在生产，800几万片。12寸的，一工就120万片。12寸的哦，即我所看的资料，所看因的生产精盐就是迄个片啊，精盐就是迄片啊，咱的款哦片啊吼，迄款。台积电那个。嘿。迄款电视的啦，啊电脑的啦，啊咱迄款哦，搁机仔的啦，迄拢有咧做，哦迄，啊但是迄种的物件，迄厂真毒哦，迄款厂迄是真毒的毒哦，迄就要穿防护的迄个污染，迄个防护迄个阮迄个服装，拢啊风头方面里面，才会当里面哦，迄款的哦，啊还佫有一个。还佫一个生产是甚物呢？生产迄个做乙烯甲苯，甚物？哦，迄款的物件，迄款哦做还佫一枪吼，去生产甚物物件？迄偌毒的，迄拢会使讲你爱挂迄个挂5层的迄个吼做，迄个吼做口罩。也搁吸落去，五层，也搁吸，迄只有严重。啊，临时工拢做的时间偌长啊？做上班的时间是拢。是毋是？我是讲，你去是一个月、一年，还是安那？临时工。拢是签约的，吼。签约。算工的。算一工的。啊，一工。那因的员工是上班制啦。是上班族啦，啊！欠人才叫临时工吗？嘿，啊！因包厢遮，你像讲即个厂区，迄内底厂区像讲即个厂，啊，伊个厂区内底分做足侪部分的啊，啊，厂足侪部分的，伊就爱搁去另外搁去，就去搁去包，搁去发包予别人去做，啊，发包落去就爱工人啊，爱工人去做安尼。哦，迄内底工人是到目前是。拢啊，好多万外人咧出入嘛。下晡时即个五点吼，五点就开始下班，即工人5点就开始下班。啊，伊迄三班制是一班8点钟，
一班就是八点钟啦。啊，工人毋是干呐，咱卖了遮，你包括这附近的乡镇，拢嘛来啊，包括附近的大社、东市、县长、西里、仑背。彰化县这边嘛有啊，彰化县隔壁落水溪北边，彰化县嘛拢有来。所以讲吼，这员工确实就业的机会确实是帮助嘛足大个啦。因为吼有一寡，所以讲吼是要讲咱吼，还是感觉讲讲会当要求伊讲吼环保做好吼，啊会当讲吼会当。卖讲吼，都污染到地方，安尼何在老百姓安尼感觉生活伫即个所在，感觉讲安尼非常的恐惧啦，啊，非常恐惧吼，安尼卖安尼上好。你拄仔讲一个问题吼，你讲钓竿的人足济嘛？哈？钓竿的人足济哈？嘿，伊较济啊。啊，是拢内底上班的，还是讲庄头啊？上班的嘛有。啊，庄头的有哪足侪？庄头的嘛有，因为吼、喔。伫外口的啊。外口的哈，外口无去上班的嘛有。嘛有，这事实站毋是干那上班的。啊，较偌宽？你讲你的案算是偌宽？讲有调监的是恁三圣村的，还是讲搁足远的拢有啊？特别讲吼，像。隔壁算大西乡，大西乡嘛是咧害啦。大西乡嘛感觉伊嘛，大西乡伊嘛是讲感觉讲有迄个比较，钓竿也足济啊，比较多，还是比较多。所以伊的范围就足宽就对啊。嘿，范围宽，因为它的污染的那个要讲起来吼，咱完全嘛。唔是讲咱咧牵拖的，因为这十几年来吼，有较济啦，因为有较济，这唔是讲咱吼，这是确实这是有确实有较济，唔是讲即马才安尼。啊，另外一个问题吼，你讲像恁讲回馈金是恁去甲大叔申请，才有，还是讲伊有？拢固定，哦，这个是，逐冬拨予恁也是安怎？就拨予阮的回馈金偌济，你知道？这是固定的吗？本来回馈金吼、是一年吼、这我讲无对吼，你咧讲着种回馈吼，卖了乡的乡民，只要你伫涉及伫咱卖了乡，还是出事伫这卖了乡。啊，就是爱有六个月以上的，哦，你有涉及伫咱卖寮乡的，啊，你就是一年7000里，每一个人7000里，7000哦，回馈金7000哦，本来是回馈电钱，补偿电钱。电钱补偿足少的，补偿600几块尔，600几块。一年吗？600多块。一年。啊，尾啊吼。600几块是。一个房票。一年啊，你也够的。一年。啊，尾啊吼，因为他们发生六轻发生那个公安事件吼，啊，路尾才出来讲。才大家才就去抗争，啊，然后伊才补偿从好安尼是每一个人口补偿7000里，一年7000里。啊，还佫有啦，要讲回馈金吼，伊有规个哦，乡公所的吧？统筹发。对啊，规个哦，乡公所安尼啦。上级分的，乡公所的分的也是。伊拢甲你落口做。你去申请的时候，伊就甲你落。甲你，伊去摕迄个户口簿，啊去学习学公所，啊公所伊派人伫遐甲你办，啊办的你就是，伊户口迄个寄金簿仔的，寄金簿仔予伊，啊伊就每年一到，
伊就甲你落嚟口说。啊，还佫一条就是农业安定基金，农业安定基金，迄是县政府的，县政府迄有30几亿。县政府有30，即咱讲着爱共讲吼，小有当仔恁嘛无问，有当仔我也袂想，即有30几亿伫县政府遐统筹去开去补偿我们云林县，伊是干那迄30几亿是农业安定基金，伊县长伊要安怎做，伊就是讲要。办什么活动？办什么？农业，迄个个博览会啦，还是布袋戏馆啦？这文化什么？什么？反正都，还是讲吼，补助你的农机，补助咱的农民的农机。三十几亿挂混凝罐。啊，混凝罐，30几亿滴混凝罐。啊，无一定讲是会挂卖了啦，吼。无啊。也是规个罐去。迄是好罐的，啊，应该。所以讲吼，无公平就是我感觉讲，这点我认为讲，因为污染是伫麦寮，吼、啊，所以讲吼，伊应该麦寮甲大溪伫咱，伫咱的六轻的南平嘛，啊，佮咱麦寮伫六轻的旁边嘛，所以讲吼，应该这两乡镇爱补偿较济，啊，村的内底话。因为伊污染较无遐尼重，较无遐尼厉害，所以讲我是会当讲，甲因建议讲，应该爱公平落去分配，讲，譬如讲吼，60%回馈伫咱麦寮，40%伫个内底去，啊内底因迄边，啊我毋，即咱讲起来吼，即毋是讲咱个。唔是讲自私的问题咯，即是咱讲吼，应该是讲咱遮麦寮这个所在是因为是污染区嘛。要讲起来讲咯，即较俗地讲，较重、较厉害、较严重嘛。啊，因迄边较无遐严重嘛，啊，因就会当补偿较少咧，啊，这边爱补偿较济啊。即是天经地第二的代志啊，天经地义的代志啊。这不是讲吼，咱讲起讲，那不是讲自私啊。哦，这条30几亿哦，啊，还佫有哦，还佫一条，事业安定基金，还佫一条安定基金，迄条几亿呢？迄条，迄条嘛，应该嘛，唔知20几亿啊，30几亿。迄毋是讲一个手就拢全部，伊拢落来偌济，伊是一年几亿，安尼偷偷积起来，啊，伊才去县政府才去统筹，去开发啊，去开发补偿安尼，伊是安做。啊，佮即条企业安定基金，即条是伫咱分林。云林渔会、云林渔会保存伫遐，即条是咧补偿着咱即个咱即区的即个渔业的损失、老损失，伊要安怎做？这是伫这是伫渔会啊，补偿保留伫遐，毋知几亿啊，反正几十亿伫遐。迄我嘛有资料，迄我嘛有资料啦，迄个几十亿啦，反正几十亿，我袂记起咯，反正久啊。迄阵我做船长的时候，已经着有即个资料啊。我因为是有地方吼渔船牌仔的促进会的地方的渔船牌仔促进会的主任委员，我是我咧做安尼。我地方有需要我去协助即个工作。帮助遮渔民争取权益安尼，啊，这是我迄阵有咧参与。过来我就较少啊，过来就较少咧参加。所以即马一个问题就讲，
较早掠鱼吼，啊，种植拢无问题嘛，迄阵无污染嘛。啊，即马入侵来，啊，无法度种植掠鱼安尼嘛。即马来讲吼，掠鱼的问题吼，会使讲嘛减少真多咯，减少足多咯，嘛有差足多咯。因为不合啊，伫这個中间的时，伊就是有迄个污染的问题吼，鱼唔敢入来，啊入来吼，拢唔敢入来，鱼拢较少，伊会收，鱼的这个鱼货量吼，鱼货量就减少很多，啊这个作物吼，嘛是受到真大的这个污染，因为嘛有发现到这个，迄个。这个作物吼，伊个生长吼嘛有问题啊，嘛有发袂起来的迄个感觉，嘛有发现这个问题。你所以讲你讲的这個，你就感谢你。你若无讲，有当我就去讲无对。村长，借问一下吼，迄公安事件足济嘛，对无？起大火啊，六轻起大火，啥物的？啊，毋是都拢有人去控精，啊，控精了后，应该有改善，有感觉着六轻有改善无？迄、那个污染的问题。伊讲伊要改善，嘛、啊，实际上有。你感受讲吼，要感受的时吼，要讲伊嘛是，然后去控精，然后去控精，啊，伊就讲，我要改善啦，我要安怎做，我都要做啊，安怎要符合啊？就伊有啦，伊讲嘛有迄资料，讲吼，你看，我讲有啦，我有咧做，我决定吼，要安怎做，伊嘛是讲较正好听，有啊，但是我感觉就是实际上，迄感受会着。拄只我讲的，就是讲吼，即、這个政策的问题吼，这是非常重要。因拢因家己一手包办啊，伊拢含县政府这边，我嘛感觉县县政府这边信袂掉，信袂落去啊。因为吼，我感觉讲吼，因为地方政府吼，咱可能在老百姓感觉讲对因吼感觉无信心嘛，有一寡无信心的工作。所以讲吼，我拄只我有讲吼，建议因会当比较着台中。火力发电，因的做法，因的政策的迄个模式来做，啊，这是上好。啊，安尼来吼，大家透明化，阁会当好吼，或者老百姓阁无阁，你若三四年做甲真正好，啊，老百姓嘛感觉安尼嘛放心嘛。啊，唔能做甲咧，吼老百姓阁咧，你阁做甲足好诶，老百姓阁嫌疑，啊，你这不值得嘛？这样子，我是讲希望讲。你做你个，你甲发布，这个工课你甲发布袂紧。你甲讲吼，会当比较到，这个工课会当比较台中火力发电探明的模式来做。伊就是因台电，我阁重复一下，因台电开钱，啊，请，予老百姓去请这个吼做专家学者来做这个建筑的工课，啊，透明化。安尼的时吼，安尼大家拢相安无事。安尼，这我感觉讲爱来做，嘛才正确啦，啊嘛才会当因为吼嘛才较公平啦，较公平啦吼。这应该恁少年的跩，恁听我讲的，恁应该嘛是差不多听会落啦。哦，啊，亲像讲吼，这是兼讲到这个讲，这食安的问题哦，这食安的问题，政府嘛就爱相当爱努力，爱来监督好些啦。来工作应该爱拢爱做，恁哦做恁，应该恁伫恁这代吼，该挽救到这个整个台湾吼，会当讲进入讲这个讲，这个讲会当讲标准的吼，啊，互世界哦当看到讲咱台湾确实。安尼嘛是，恁嘛是会使讲不得了啦！哦，恁这少年的应该爱加油，爱努力啦！哈，而且我是感谢恁啦，吼，谢谢啦！哎，还有无？还是我请问一下，台中的迄个干部吼，是偌济钱？你知道？
即我唔知，因就是因用安尼去做，因安尼去做了定，咱会知讲因安尼去做，因会当用即个模式去会当去台中因即个火力发电因即个模式去，因去因开钱，因出钱，啊，互民间来做即个工作。甲咱诶民意代表，咱即云林县的民意代表有甲伊拜托，甲伊甲迄个台塑来讲即桩代志无？干啥？有没有请那个民意代表来跟他们拜托他们？这无人无人，这因为吼，这个民意代表吼，因为伊嘛是有当个吼要讲起来吼，人嘛信袂落，你知道？有一部分吼，一部分伊嘛是拢会安尼去甲你修理啊，啊安修理落去，你着足些力的，你无所以讲吼，我是感觉讲吼，民意莫用民意代表，用民意代表是当然是会当讲出来监督，哦，这是上好，啊，但是爱用去个去会当讲去互去请迄个吼学者专家，学者专家出来监督。啊，透明化做。不是啦，我的意思讲，民意代表去甲因施压啦，叫因来摕这钱出来，这個、意思啦。因为要甲施压吼，这個、问题吼嘛有啦，啊，但是吼做无彻底啦，做无彻底啦，因为吼在这中间嘛是有咧，嘛有一，咱唔是讲，讲做因在民意代表，就大家拢唔是讲拢歹啦，嘛有的足。爱要爱这苦苦啊，啊嘛有诶爱去甲做，叫伊做好，嘛是有拢有咧做，有拢有咧做。啊，但是吼，安尼感觉讲，在老百姓边，在老百姓吼，感觉讲信袂啥落诶，就是安尼你只，安尼我毋则讲哦，你讲吼，当然是。我意思讲，请伊甲钱摕出来来做这件代志。他就是在说，因为他们有所勾结，所以施压的不够彻底。哦，所以反正是这样子，对啊，是一挂的啦，一挂的，都收买的，天哪，就是要那个，就是要那个钱啦。请问一下，咱敢会使去访问迄个台塑，问伊讲，人有这个疑虑，伊会使安尼想无？会使怎做？你嘛要去访问迄个村长吼，伊会安尼啦。拢无要讲。不是啦，不是啦，我讲阮。村民啊。不是，那个台塑啦，伊讲要去问，伊讲要去访问台塑啦。哦，台塑。讲因会使安尼做，安尼还安心啦。会使，你会使讲安尼讲，会使讲讲到安尼，这个案吼，会当个比较安尼来做。啊，你会使爱个建议的，会使。你会使甲阮甲因联络一下无？嗯，可以啊，可以，还是可以。明仔载是拜日，唔在赛。明仔载啊。嗯。来得及吗？明仔载过礼拜呢。嘿，唔知来得及。明仔载过礼拜，拜礼拜一吼。礼拜一，阮就转去啊，阮明仔日中昼就走。安尼吼，我今日落袂，今日落袂着啦，无因吼。内底我是会当，内底因个主管吼，到目前嘛足尊重我，因为吼，因为我咧讲话，我拢足公平个，我袂去讲吼，哦，恁今仔恁有所听到我咧讲个，我袂去讲吼，去讲吼，去安怎讲，讲甲讲伊讲完全就是拢因爱安怎，即我袂安尼讲，我因为我是我所讲个吼，因为恁嘛。不合啊！伫即款情形下，即我有讲过，讲一句话，讲吼，全省的统计即个癌症的问题冇增加，事实，你嘛有看到，你嘛资料，你应该嘛有看到。啊，这是大家拢会当去看到的啊。啊，我因为我这资料会当去，我有一寡好朋友啦，啊一寡跩，因为你若有关心，就会去探听这工课啊。我会去找各乡镇的一个卫生所。国防局的卫生所，你甲问落就知影啊，总走出来啊。卫生所伊内底死什么款的，什么安怎死的，安怎死的，拢走出来。伊卫生所内底拢爱去登记啊，拢会去登记讲，哦啊，这是着什么癌症死的，啊这是安怎死的，啊是车祸死的，你拢走出来，拢会拢走过去，拢袂拢
拢袂迄落啦。啊，即、這个你讲吼，因为吼，即、這个要甲因联络，讲要甲因，即恁，即蛇可能袂赴。袂紧，你搁一搁听下，互伊，你即马选举到啦吼。要讲起来选举到，即嘛足敏感的。伊即马你唔知，伊即马会乌白嫌疑啦，乌白讲话，你知唔知咧？为着啥物选举的无，还是啥物有啊？你啥物款的要借助一寡迄落袂？咱卖，互伊选，搁一股空起尔，那较艰苦嘞，较忍耐嘞嘛。啊！你较忍耐咧，佮一股空起尔。我嘛有安尼甲建议咧，建议讲吼，遮民意代表啊出来，你今仔爱表态出来，我嘛有甲，我嘛照常甲写甲结，无人敢啦。到前到目前，无人敢出来讲话啦。包括村长、代表、议员、乡长、县长都唔敢，县长都唔敢讲话啦。县长到目前。我嘛有甲建甲逼讲，你出来表态一下，看要安怎来监督伊迄落，无人敢讲话啦，因敢有补助像健康的问题啊？台塑敢有补助？比如讲着癌症啊、检查啊，还是看医生，即台塑敢有补助？员工还是在地？哦，即我吼，你问着我就讲着了吼，即伊一年吼。伊全身检查一遍，伊台塑有迄个叫做啊六轻诶长庚医院，长庚医院吼全乡诶，包括麦寮乡，啊，搁因台西乡。